说到了，虽然是别人的身体，但是透过自己思维的串习之力量，我们也可以把别人身体直取为自己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讲到一切有情众生的时候，变成说我的众生啊，我的一切有情众生，自然会有这种的感觉。于是呢，众生和自己的距离呢就能够拉近了，这些都是靠串习之力量而发起的。他的呢等于就是像那样用这角度写起来的是啊，等于就是他让这个字不对就有恐怖，现这个字不对原来的的什么这个写不起来的是等于像那样用这角度写起来的等于用手套啊，啊，啊那大，人家这边怎么，他那让渡不是上边呢？哎，用呀，咋了？是专门休息大用过的意思，啊，那钱嘛，其实借不借了，提出去好搞点，让渡嘛什么些，现在上边手机热的，天气让渡不送说过。就是这他们叫大哥的时候那一幕的意思其实就真难免的其实当面论的了宽白大的论用其实生前想的样宽白大的记忆的宽呢是不是他的生前这个没得我穷人让了没得我穷人的事情是不是这个那个穷人让了那个穷人的事情没得我用的呀用的意思宽白大的记忆的太大难的先给他前一天前一天没事论民众但呢，等于今年三十二年，两个人我没重新。特别是这中国呢，明年人家打算我执行到了松松的，年纪轻管不了家。特别我不讲的是，突击性的，老爷扩建机关，实在是让个产业经历了。他不讲的是什么？啊，是产生给，是他产得了上给，是机关的事业等等，用个药的，得用药的，讲的是。你突击性的想象的决定，突击性的恐怖，突击性的人数也没强烈，一级性的人数也没强烈，这就是那个穷人说的。干了七多没钱的意思，你这个狂白推演呢，看你民众习惯样，天天买那买个肉，俺说拍不住，拍不住，鸡蛋俺说娘娘老吃下呢，天天白的没个月没钱，媳妇那样，这丈夫白拧牛吃。大地是我的多了吗康熙大的现在的女主角我的大的现在的教授三人大的教授家子啊多了大仙他的嗯四十五个他的才嗯故事当年的三十五万的托不了的原因因此是啊嗯大仙这三百的你会的不够的他的先祖介绍三大家的家子，合理啊，因为其实恰高，恰高人呢，从恰高下恰下的土著人民了，至少从土著人这里这里说明到我们家娘娘那里去，至少土著吧先说起恰高，现在光呢。罗中的兄弟的事情做给些人的他们罗中的事情土一串的但你当然是学过多讲的你要你再去学过多讲些你当然说了是这样给些人的他们下沙人的他们下沙那给些下到学校的浪下的意思不得记住浪下的人的他们下到了因为下到修业的，
那你下了个同理啊，配合的。那你下了个去了送的个同理啊，那你下了个年色，他们有年色送修的，他们有年色送修的。那你吃了个，就得吃这个素酒呀，往休息。那你三年级学的，那你六九年的呀，那你年三下不完，当下不等于。娘是娘是这个嘛，中是，没事就可能一出呀，就没事就没中意的。但那个这个心这里啊，哎，哦，那电厂就安安静静的。原来他们这，出生前个天热爽一般的。哦，哎，你吃的哦，他吃的是干啥东西？嗯，缺嘛，缺的嘛，缺了的。那你吃个滚蛋的配置，吃个挂了点水油的，缺点这个呀。嗯，可能给他的，他说的。可能搞古生么着，古生么很多是顶起，得修罗那是那各地学学死，修的。那各地学啥呢？嗯，你看各地学讲头发开个是，那个缺大他们这缺的点的见识点是。何同学，你啊，他这个啊，长毛龙，那你去这个呢嘛，去苏北个多，他这差点意思，这条土嘛就怕多松了。那你光给，然后呢，给些人他们在写的，那你罗总经理拿到了呀，那你穷的，就看到就这么些个地方，说说嘛，那你看的，第二个闲了金丝啊，这些都是。啊，这个当你是那种偏松是，啊，他确实你两年吃不下去，两年可做的，两年吃饿了起来嘛也是，肯定跟你修不来。那你吃了第两天的，吃完下了胃，下了胃第两天了，啊，他吃的，就他那的，三年级高班面对了，那哪来意思？三年级高班对现在了，蓝天两年嘛吃完，多少要买送。我定了时间的，更新大了钱了，牛都叫稳得了的，大的钱都交完去，上人他们借了钱是得送了。嗯，第113句的时候，说到了至圣过患多，他生功德广，知以当修习爱他弃我执，一切的过失还有过患，一切的缺点以及不吉祥。或者是种种的灾难，都是因为过分的想自己，把自己看太重，或者太在乎自己的这种爱我执所产生的。一切的功德，一切的利益，或者是我们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一切呢，都是由爱他心所升起的。所以如果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再一直想自己的话，实在是太愚蠢了。那第114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当我们说到了友情的时候，不只是友情而已，应该透过串习的力量，让自己听闻到友情这两个字的时候，马上想到说这是我的友情，这是我的众生，想尽办法都去保护他，需要让他获得最好的，让他得到最多的利益，要让自己升起这一颗发心珍贵之心。第115句的时候呢，就说到，如果我们这样去串习的话，当我们看到一个众生，纵使遇到小小的灾难，我们也会因此而跟他分享或者是分担这种种的痛苦。那也就是因为有这种小小的善心的累积，我们将来能够获得无比的功德。那116句到118句的时候呢，所谓的观世音，为什么我们念诵观世音的时候能够去除种种的这种灾障？只是病障等呢，因为观世音是大悲心所化身，因为观世音修学大悲心的缘故，所以今天它具有这种加持力，让我们能够从一切的灾难当中获得解脱。其实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是那一个悲心的力量，悲心的加持。那第119句的时候就说了，以我们今生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刚开始一个不喜欢的人，可是透过了想法的改变，慢慢的我们可以成为自己的好友。所以一切的好与不好，最主要是跟自己的思想有关的。那第120句的时候就说到了，总言之，自他
两者一切的圆满功德，也就是正等觉的这一个果位呢，最主要都是由菩提心的这一颗珍贵发心而升起的，所以呢，自他相换这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四维爱我执的过患以及四维阿他心的功德。那在西藏有位格西，那这个格西就切高王，那切高王切的这个意思呢，是讲到湿罗林的意思，因为他时常跑到人火化的地方来去做观修嘛，湿罗林去做观修，所以他也有一个名称叫做湿罗林的一个修行者，有这样一个头衔呢。那他之后听到了朗利汤巴所著作的修心的一个内涵，于是他非常的欢喜，于是他想要获得这一个修心的这个传承。那于是他去寻找这个传承在哪一位师父的身上的时候呢，很可惜了，朗利汤巴那时候已经往生了，已经圆寂了，那只有剩夏拉瓦才有。为什么呢？因为波多瓦他有两大心子，那第一个就是朗利汤巴，第二个就是夏拉瓦了。那时候夏拉瓦有这样一个修行的传承的缘故，于是他就想要观察那夏拉瓦所说的法以及他个人的一个修养和修持了。那时候夏拉瓦正在讲法，他在讲无著菩萨所著作的这个瑜伽师地论了。于是呢，他就在那个说法的会场旁边去听夏拉瓦所说的法。那这时候切高瓦曾经有回答说，在那个他的自传里面曾经有说，当他在讲的时候，我听得不大不起呢，好像没什么受益的感觉了。可是后来他听到一句话，一切的过失都是由自己所产生，一切的功德都是由他人所发起。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感触非常的多，感触甚深，于是他就说，这个应该要好好的去提问才是。于是呢，当夏拉瓦讲完经之后，那他就把他的法衣拿下来铺在地上，请夏拉为他开示。于是他跟夏拉瓦说，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那这时候夏拉瓦就说，我在法座上要讲的我已经讲完了，应该没有疑惑才对，但是你还有什么疑惑呢？于是就问切高瓦。那切高瓦就问说，刚刚上次您没有，我之前从朗利汤巴的修心的内涵里面听到了这样一句话，一切的过失都是由自己所产生，一切的功德都是由他人所发起，请问这一个修行是不是值得我去修学的？于是呢，夏拉瓦就回答说，如果你要成佛的话，这是唯一的途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法门。你在马上去写的那帮上网的三级播报投了小这个门也得过了，但是很定量没关系，三级播报投什么也得过了。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去了解的内涵，否则的话我们只说为利益求有心众生，想要成就无上菩提，可是跟现在这个内涵没有关系的话，那就不对了，必须要透过这一条道路才有办法让我们真正成佛的。哦，那今天三个怎么接不下来？像宋先生的，三个怎么下来的？大心接啊！今天有三个的，就是什么无能无，那么就七个月的，人都七个月的了，就这个嘛的，像就是那么个月的，月热了，就上当就买了。实际上，就是那么个月的那样，就如果买不着了，让你扎个结啊，两个月的银的。上岸他们接不下，是送来的。像军队们啊，军美国呢，落江呢，是不是他们当民工？在那马歇听着听说用的枪法，你是他上，身体好吧，身都是这样，到是接不下的。你做的多，学起来多，所以你就上岸他们接不下是。你呢？我呢？当然你不白忙讲。两百块钱上能上，天天路不接不吃，是送的呀。当年的那个，那呢，五中他呢，当年的那个车，罗中娘们拿的也会。这几年就啥呢？那呢，五中他呢，伢娘们车就送一个银子，伢的娘们在多少从找车一个银子，就这个车呢，三人打包钱送银子，我就这送重要的。但是呢，道路宽了，车可以。今年春了，几个月，几个月的绿的熟悉，扎心当面去。但我那是
让这个事情啊，你像这个他说的，那么多的学习学习，我有六千扎心才要去用的话，哦，这真正有的啊，六个人民上面，让个六那个修习扎心这点，对，呀，他说的你不等到所有的，等六看了吃过一，今年春晚这个叫，这个叫六的熟悉扎心两面些。刘康这一档光说呢，所有超过前头的，恰当一档，恰当两档一档，所有这些人物些，康熙开的人物些，他的模样设计性，工作上面搞了几年，天天那面设计呢，开了熟悉刘德了，都是送到确实，那个熟悉这些都到了面前，念面前。在120句的最后一段的时候呢，有说到。圣庙秘诀，圣庙秘密诀，那为什么这说到了秘密诀的原因呢？因为自他相换的这种法门，是上根者的菩萨才有办法真正做到的，这种，这个内涵的。一般对菩提心虽然有极大的这种，信心啊，非常坚定的信心，可是下根者的菩萨他没有这种的勇气，因为在做到四大相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畏惧。所以呢，有时候因为信心还没有办法像上根者一样那么的坚定的缘故，所以他没有办法修学自他相换，最主要是以七因果为主了。这也是为什么说到了这是一个秘密口诀的原因之一了。那第二个呢，因为在修学自他相换的时候，跟那个属习啊，也就是说跟那个取舍的法门非常有密切的关系。取就是说当我呼吸的时候，把一切众生的痛苦让我由我来承担，这个叫取。舍的时候就是我吐气的时候用我一切的善业回归给一切众生，这个叫舍。有时候透过数息的时候来去观修取舍的这个内涵呢，跟金刚圣和众圣的一个修行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到了圣庙秘密诀的原因。第121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那我们升起爱我执的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呢，也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吧。过分的贪着自己的身体呢，也是会让我们产生爱我执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了。所以在此就针对这个身体的过患呢，再说一次了。所以第122句、123、124句。但是呢，让精神的愿，现精神的愿的，其他都下了，难得都下了。但等你开始进入继续的，打算什么这一句？让给去龙舍的，让给绿的，他呢，让给颜色的，伊的甚至现在讲呢，但俺可是接受上台不的，这一句，对吧？呢，开始进入几句就是，但开始他们这现在讲呢，但俺让开始看话说，但俺开始好嘞，什么的，这什么的，是吧？这样的，看到的那句，但可是我这个那句他不给。他能做的意思。给你晒和奶奶念的顶这个切入想了那个切入音顶这个的念了什么东西到时想了那个想了念了什么东西跟他没去写的音说去没心里声音尊长了吃住马街那是那是老的我说跟他没去写想了第一的让不行三百团呢，先得开始先的用这个药的，忙起来的，等这一路去转呢，他是先那先呢，念了什么东西，先就是打了那先呢，送什么汤这套，先就记住让给龙就懂，念你都懂，还有绿色懂，等这下来呢，这屋的那个的特度的，听说给你脱腿啊，等这一路。等你套了对吧？对，粘住粘了两百多，让套了对，就让了这个
그래서 지야미시 然后那时候想要的超度带来<音> 对于这部的人呢，人呢就缠的缠的养人，拉手的这个劲儿开始，先给他们打下呢，先给他们打，告诉这个要求啊，说了就超前啊，说了，看到人呢，先听懂嘛，乖啊，这个先给家乡的，等这些个钱呢，对于这部的这。 가서를 그게 저거 뜨는 아니 시 시한 지금 떠들 누구도 다 등장이 기대했어. 지금 이 소년이 돌 때는 아 직전 대화 친일화 시부순이 직전이 대화 친일화 대군 시한전 대화를 좋아했어. 직전 시부순이 동해 진입은 랑전 대화를 좋아했어. 망도 제가 지시고 집어랑도 탄시도 두번씩 있으면서 니기는 잡아들었어. 단 대신 망도 제가 개요 말이 도둑님도 집은 랑도 코너상 집은 가랑도 되고 뒤 닫아봐도 랑도 코너상 때문에 내부 커도 들이. 두번째 대지수 슈메 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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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说的松下了定能性前面大的前景都没养的我叫我妈家呢三年一个嘛民主国的大姐妹的两年一想完这里空中花的那个人的那样台湾没的啊真的是西北平时的这个一个大的松东西今天台湾新有这个乡镇的情况印度山西北花的那点那个人的原来这个天边边的大小的心地位平时他们家的乡镇的吧，就是这些什么，这点的印度，大多数印度人，阿杰呢，三亿个万民族吧，阿杰讲的跑的印尼，哎呢，在台湾也有嘛的意思，直接跑就跑少的，只要人民写了的，只要人民没得的，彻底怎样人民，通常嘛都单独的，普通地区用不着行，想了，想了，多年有，想了多年才会有，忙过多年没事，哎。다들네지금은차와관련지도도진이유유가되고다루지말래좀대신되고다나지시차다등지보고우리랑시바지진진이보고우리손대등이용서마다동행방안이니지들맨마다
什么帮明年行？看在当年希望，现在当年谢谢，当年香港当着了香港大学宋茶，当年现在王九杰一九年份谢天他，甚至更多马道文他们却以前没上，香港没有说话也让得住新闻，台子没有说话也谈到了我的前面的，谈到生前做下的。大概就是，自从我听到这个唱来讲，现在让你看不到这个东西。也就是爱我之是一切过失的根本，那爱他心是一切功德的这个学处的这部分呢，那再次的强调的再说一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功德给予众生的话。那我会获得什么呢？当有这种想法的话，这是一种魔鬼的想法。那可是当我们想说，如果这个东西是我存在、我拥有的话，那我有什么可以给别人呢？这是一个天人的想法。第126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那，也就是说，如果为了自己的衣食住物等。那去伤害别人的话会让我们堕落于地狱的，那因此我们会造作许多的十恶业，就像杀生、偷盗、邪心等，只是因为一直想自己的关系啊，所以一直想自己的话会造成别人的伤害啊，会去造作种种的恶业，不止不能够获得暂时和究竟利益以外，连在轮回的时候都让我们堕落于恶趣，只是因为爱我执所带来的缘故啊。所以第127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光是想自己的话，光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去努力，那我们就会不惜别人，不在乎别人的立场，不在乎别人的生死死活，那我们呢就会造作很多的恶业，于是呢堕落于恶趣。可是当我们完全为他人而着想的话，却不是如此，因为我们想要去利益别人，想让他人真正获得安乐啊，于是呢我们会行一切的善行，因此而累积无比的功德和资粮，那不止能够获得究竟果位以外，在轮回的时候呢，我们呢也能够获得增上身，而且获得增上身的时候呢，也会受到一切众生的尊敬的。128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如果我们为了自己想要利用别人当为自己的仆人的话，那这个呢是一切恶业的来源。那可是当自己愿意成为一切众生奴隶，让一切众生所享受的话，这一种的心力却可以让我们造成无比的功德。总言之，如同129页的时候说到了，那三界的一切的快乐都是由爱他所产生的，可是三界一切的痛苦呢，都是由自己的这种爱我执所造成的。第130句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不需要多说，凡夫为什么是凡夫呢？因为他们爱自己。佛为什么能够成佛呢？也是因为爱别人。所以今天你想要圆满功德，还是继续做一个有过失有烦恼的凡夫，是由你来去做决定吧。这个抉择权在你的手上。那131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就一切果位，想获得一切功德，如果是真正爱自己的话，那就去懂得爱别人吧，因为唯有菩提心的这种修法呢，才有办法真正的让我们获得一切的这种功德果位啊。如果不懂得自他相换的话，我们将会继续的在生死轮转里面承受种种的痛苦。可是懂得自他相换，所谓自他相换就是说，自己的快乐给予别人，别人的痛苦由自己来去承担的时候呢，不要说是解脱或者是一切骗之了，就连在轮回的时候我们都是快乐的。那于是呢就念到第139句了。嗯，他的呢满说大的前往的先进是大家的那么多人的心理说超动的人啊也光荣是。他得了呀送到门照后卡你自己是当然了他的那么就感觉送军的是下面呢哎好了他其实三遍的送到这个了那人你的这个让的他说了给让的妹妹没事让我查到他查到说这查到起来让的娘的真心起来让的退
让了嘛，可是我不给他突出下说了，嗯，所以让了不给他，可是我得给敲着点呢，我这个团呢，你让了嘛突出下呀，但比别的让呢，但这个团呢让给，嗯，可是我闲了呀，就查到的我这个今天是真的理解呀，都是送你的，但当嘛这个了，嗯。没说到的时候当时他让金人的鼓舞就在他的身前现场娘都怕吓你对吧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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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没得没得让自己恐怖大的超级车，但呢，他身前的团三年的打三百多万，他身边呢，这个抢救什么样，那么差劲，他可是特别像这个抢救是公共医生的，打三百的，呢身前的娘都哭，身前的超松，他看你吃什么？他看你抢人，没说打到七八张，心里头的大钱人是，身边这几个团呢，那么多人的身体素质，让来，打人不，让其实就控制住了，打他来，让下身边人，慢慢的带人，他了，查到我，他了没人查到我。他的娘太太身前能给他你我让自己控制的他太太娘不带你人生不妙大家身前能来让自己控制的他的没不带你太太怕大家能马给包括前面团的太厉害你通通起来把他抵过来你生了也很不值得下所以各位你把他那么多人去命令人去命令人去讲去他也能做那些钱他还应该得学习一下他三个的他娘太太生前了当然他三个写法程度他还应该得学习一下娘太太生前了学习一下他的落手的那些都是一点点的他今日的苦力的他这个跟蒙古是通的，这通用就人心的，娘他的身边做了把这下山来的呀，这人手机用的多啊。因为你可是啥钱呢？这个，你可是特多呢，土木的，但这个土木钱呢，土木钱钱一个，因这个大的，经济你干的这数学，这些都上大学的呢，所以说人手的娘他的身边，店买吧，官买吧，太阳，长太阳，那第一个差的呀，落日下去。经营这些，那是让真正的恐怖剧的大的给跟奥特曼的同样的去玩下去的话，等于这个观念，他查到这样的外界恐怖气氛的意思。当恐怖这个时候呢，他们呢查到我，定不是大的名，是他让这些恐怖剧的大的呢，过了去了，心里的对。古路其他是有有车，我做第一的，第二个的扛着也是行，差到后面的没得。第三，打个蛮年轻，第二段是打了没得，第三打的东面了，打的南南七八张，第二电话你是呢？今第二就连拉七张，打的原来没有差。当然，出现数字，原来没得机器车，德国原来那么你。他的大家呢，原来没办没办的，一年生活要嘛的，可是说呢，大家跟讲这些人物，他们一个啥呢？当年使用他原来主人不是因为一个啥呢？生活要嘛的，大部分原来他们你，你呢？慢的吵是样的，都是。都是叔叔的对面，对面的嘛，
到我你就准备，搞得那都是对的个团呢，对吧？没得团呢，没做些个没得研究，看呢，里面得有钱，然后大家，大你不得了对呢，大他的明白了的，一年都是这个对呢，然后大家呢明白有过了吧？看呢，大家这样有，虽然到可说呢，有么多的帮忙呢，虽然到。그거로서어떻게되니전쟁이터는바다소수멤버이나되니용문도와서중얼음마도러시아행위가다멤버말했지용문도지다왔니진을다하는소리나만다가탐불러다닌것들봐죄니죄닌지전지임베이나진을보내다자소리되지대래도다자소외래도내가세워지있어내가다기당불라왠지다한디왠지와견신이면소미로나왠지다한디소신미나지치를다하는냐마치다하는대의연대지샤디다연대지냐도두려카르내가돌아니지내벤디칠레연대로만캐바다도르신디기디체토르때는다니고도토르때다자는멤버때는타도보면서다디는냠버때는잠버보면자신보면때다자냠버때는강래강외정이삭제치다기니에다굳이는쇠바이기今年那个有的人，一天工作少的，咸阳地有那个水电特别没有差，那个电源发展性，当年全有的人，大田来过，大田两百零年前，当年工人的人，今年没有差，反正有人，当年搞得大，若不你想想的，平时没个大差，但是呢，没办法锻炼，外界方面的，牛毛的呀，大田的天气都能锻炼出来，地上土湿了嘛。所以老爹娘们急，他的工作差不多，大概有的特点是不能搞个电源，地基那里用水久，其实你那年月间，看的俺也来钱了，你那操上钱的，大概都给他拉扯，你那带来娘子的，大概那都打上扯，想法都丢的，丢的想念都是什么？140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那在这一句内容里面有两种观修的方式，如果是透过萨迦班智达所说的话呢，就是我可以分两者了，就是很高的我来去轻视低的我，或者是两个同样的等级的我来去互相竞争比较，或者是很低的我来去嫉妒比较高的我。就学问比较多的我，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被轻视的感觉，或者是说被计较的感觉，或者是被嫉妒的感觉，会有这种的感觉了吗？那同样的，既然你不想要被轻视，你不想要被嫉妒，或者你不想要被计较的话，你不应该，就是说嫉妒比你更有学问的人，或者计较跟你同样的人，同样学问的人。或者是轻视比你学问更低的人，是以这种的方式呢来提醒自己，这是一种观修的方式了。那第二种呢，把我分开，那爱我执的我把它摆在原处，那现在跑出一个很正直的我在这边，那众生在那边，就是一个很正直的角度去看这个爱我执的我他到底在做什么了。那于是我要去嫉妒比我更有学问的爱我执的我，我要去嫉妒爱我执，我要去轻视，我要很有勇气的去轻视比我学问低的爱我执的我，我要去计较这个爱我执的我，就是一个很正直的我呢，去轻视他，想尽办法去破坏爱我执的意思了。爱我执的那个我呢，比我学问高一点的话，我就嫉妒；爱我执的那个我呢，比我学问更低一点的话，我就轻视他。爱我执的那个我呢，跟我同样学问的话呢，我就想尽办法的百般的去计较，然后跟他竞争比较。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爱我执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了。也就是说，这个跟学密圣的时候观修本尊瑜伽是非常的相似的。因为有时候有一个所缘境让我们去看到的话，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的。所以我们现在刻意的化身成一个正直的我在这边，后来去看那个爱我执的我啊，还有这边是友情啊，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是如何，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又是如何。那我们就慢慢感觉到说，爱我执的那一个我，他一直想自己的关系，他完全不在乎这边这么多人数的其他友情啊。所以你就觉得爱我执的那个我他真的是很坏，于是呢自然就会想要去袒护友情这一边。而且爱我执的那个我永远是一个的啊，可是众生这边，可怜的众生这边永远是无数的。所以呢，透过一个政治的角度来去做比较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想要去帮忙或者是帮助这一切可怜的友情众生。那141句的时候就最主要就是说到了那爱我执的那个我如果备受尊敬的话，如果爱我执的那个我值得备受尊敬的话，为什么很正直的我不能够值得备受尊敬呢？为什么众生不能够值得被尊敬呢？这是没有道理的。从141句呢之后最主要就讲到了对于那个学问高的爱我执的我而嫉妒。学问高的爱我执的我不是说要嫉妒他吗？以正直我去嫉妒他吗？最主要讲到这个内涵了。那143句的时候呢，就说了虽然我们并没有这种的功德，但是我们不用去失望或者是丧失自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如来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办，只是自己愿不愿意去串习而已。只要自己努力精进，我们一定能够做到的。那144句的时候呢，就是说了种种的这种戒衰退的这个因缘，最主要是因为有烦恼所产生的缘故。那145句的时候就是说从145、146一直念到146句的时候，最主要就是针对比我更有学问的这个我呢，而去产生这个嫉妒心了。那从146句之后一直到154句的时候呢，最主要说针对那个比我学问更低的那个爱我执的我啊，要去轻视他的内涵。我是一个正直的我嘛，于是我要去小看或者轻视轻蔑这一个比我学问更低的爱我执的我的这个内涵呢，最主要是从146一直到154。当然呢，第家大他们这都是第是啊，第这就是第让这个这个精进，太那太当他说这个他娘找不着那么多，他讲他太念着，让这个这个这个念着。等心，那不是等心，哦，他等着这个，他怎么听？是，加把加大同学都夸大了那个钱，一句上顿钱对吧？啊，他刚才你夸大了那个钱的意思，就是嘛，等心精进这个，等心的精进这个，就同一个就他的不都让了呀，那个钱的意思，他得了呀。怕卡住的，但家里就不是，那他怕得了呀，卡的讲，讲不过呢，跟让几次的嘛，他就得上马桶去，讲不过呢，这个当，那讲不过呢，大概一百的，但得学的，我做不过呢，当面，怕你，但讲不过呢，当面听的，他得了，一去让人钱得吧，干了场面他就讲。鸟全部抬着鱼，去年去年都没过西周，然后这边是不的，对南边生下来，你有了真的钱的要的，得到东西都点钱的呀，真的钱的要来的，退休的人了，哎，铺了然后看不起的，大数有些这些穷多，他都没过西周住的意思，抬着了鸟不是想到的。他那种肉鸡汤、肉鸡汤，特别干的没有，太油的系统就是，太难搞的，基本性的落地，前几天的话，卡顿呢，上午上半夜呢，特别干没有也没，先基本怎么打，
当我同学说的这个原点这部戏你把它同样一部这一次但是代表三阶段给他原点同学就有个心思上大面了开始真正一直在那开始确定我就说来的结果就那你三阶段说的那个你真正就是没事他你这是现在的扩张的地方就应该是结果的这些现场恐怖的气现在都是现在大概留了几年他在天天创建的确实想到他的这大家呢让个让个插到这里面大家现在没记了大家现在没忘他大家平时现在明晰大家插到这里面大家得到这里的现在都没打了招抗生定的机器是大家捐了大家给现在也不吃完样让个捐都丢失了大家也不冲着样给我忘了都笑了先去查过他这个让你查过事情呢他呢前去他妈的等了滚了过后去第一件事人心里路远的前面对第一远的进来讲该人没事在这里等到大家团结是确实想到那些看那些生产团结是等你来的不不来去第一年长就是都写一本的没事的旁边三百出行都我是经常当地下台下台到那些人台到确实没事了台上林里往下的台上林里往下的台上带了擦擦擦身让亲自的当心你不得了将不马给打个地方来那在就是一五四句的时候四十页的第一百五四句的时候呢有说到了我执于生死百般折损我那也就是说爱我执以及真实执着这两者呢从无始以来到现在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只有伤害我而已了所以我现在必须要与他奋斗来去轻视这个比我学问还要低的这个爱我执的这个我了那我要去跟他奋斗的时候呢有两种的方式第一个是以温柔的方式来去对抗他那第二个是以比较粗言的或者是比较鲁莽的方式呢或者直接的方式呢来去对抗它那首先先讲到以比较温柔的方式来去对抗它所以第155句的时候就说到了我执以及真实执着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把它摆在内心的最深处去皈依它供奉它而且呢好像没有任何怨言的成为它的使唤或者奴隶可是到现在请问我们有什么功德呢还不是都是凡夫吗可是156句的时候就说到了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说这是最大的这种罪恶的根源所以我们不再听他使唤了我们随着爱他心而走的话我们获得什么样的功德呢就像过去已经成就的这些诸佛般我们将来绝对能够获得如此的圆满功德的那于是就念到第160句那160句之后就念到说167句那在这个这之前最主要是以温柔的方式来去对抗来去对峙这种比自己还要学问低的这个爱我执这是以温柔的方式去对峙的大家呢尊国内插手了大家了人家在这当家里生去在这里没见到劝你们关键的军事差价差了噻却就靠卡拉拉呗问题就是先赢的让金人给先王的局面推的先生的代表的嘛的他其实让金人确实我王就出马的问题就是先赢的年终他就扛得住让金人确实通了吧就他的不多让的借呗他说的借呗那么多借过年让碰我借啊给你被捐的当年通俗他能被弄出的那就没这么说的去弄出了让借本子不得让的判得有什么事情那出了让借本子的落地没讲通度地度他说的不给地目前是因为一直在那么不行这样的差不多的这些
让这不是不提的，让了呀，还不达到那样，那个东西因为那年没准备那就他在那通讯公司，他就扛得住，就去结果关心下，就通讯呢就达到不到，让你距离呀，人民都有这个提的，那就去往往因上面吃过的消息是啥，就去结果关心下，他都达到那个人原因什么就妥协。大概想了就是动意思这本子的落地就生前先几天都好看看不要写讲本音律这本子的落地让定了没学过先定了好送去让看不要音律上面大概想了就是送去调了马上学习去给的旁边就那些生产到了没见了就以哭尿化也什么样的经历呢在这就给在这些哭是没有人多当年可能产生的确实让人生不上但是当年干的呢让人大概干了一下当年搞搞的这个人呢练习地目没讲通的大致这个想法都没动作让人大概干了一下但是当年送的呢想到他送了一下现在我就给送了一下但是呢양대기공동송은시장님제가지금의로소넘으로그래서영수지기라는류기관의연구여가인데야대사치를말해다나지저지저류니영수경을제기와대다들의신도니세례쟁유니도동대다통은대의양대로산의탐지기소원님예문예문은대의대로수지니니민대로명문당三万三万年嘛，建完东西，这个早嘛，都推啊，六百年，六百年呗，啊，六百年了，六百年这个，啊，一次面六百就三年，啊，六百九百了，都九百多年这个，被两万块呢，你们没吃过的，大概那星期，哎呢。让人主要的切都让受了下先受了当然用不受超过节约三百万年不掉下去可是个人对的吧这一分说三米线然后啥吧坑住就看出来坑住就从那几天得做那些结果让人的对呢看样没什么结果就穷了可是个人对的吧这一分说三米线这个绿军的吧你配置各位没晓得康熙以后名字吧，带领我国上位，他们呢，台湾太多些，没有先进教学的，弱的那个属于吧，他们台湾太多些，没有先进教学，你上送的没事吧，得了几十大众人，孙中山的信仰来源，达到全国第几强，彭顺的这几个人，几乎嘛也三米几，绿的发达起来，全民都能念上的，接触下的空中和轻松的几十家。绿矿那种呢，人家当成新的嘛了吧，跟着送去了的。新中得了几十家，绿了代表十八地的人家接些个嘛的，绿矿那个现在买了研究，就送去。大概得了讲嘛，差不多说的，虽然厂里现在原名呢，记得在了七八千，可是没有找的，可是对了不久啊，开始定义现买呢，得的我们是绿矿那种呢，哎呢。如果你写了没呢？大概看给两万钱，可是绿的绿油吧，但呢，但是银钱呢，绿的多银的，底下呢，大概写是找银钱呢，生前先他们讲人绿多的，得了大户几米吧，但是他们厂里我找了东西绿当差，但呢，底了年嘛呀，绿的了。结合那些东西，哎呢，那么蒙古长牙的，那么蒙古叫西里的，来的这些送了茶，米绿的，南区得了，南区的超级的，印度得了的呢，哎呢，他给先去了，先去什么东西给到啊？哎呢，国棉的、线都、剑心啥，哪些东西先呢？哎呢，绿的送了茶，我这里去，然后呢，地方老乡们，但。地球的大团队，
대지외집에처음서그다다보도시원몽과미시원미케원띠도근데지금안에다깨와정도대박다다도는누구스잖아다캔서식도겨우식도와다천빈내주로신담박거지진숭비아니다랑도는네그게지금다천빈지시그냥루루야서로서띠에띠에레버시에벤데시에이아다바시우스페리세우지마친구들보다뜨뜨지다리쟁여러끝들이야다코어치자차가로차고야지뭐진짜인들태집에저쳐나리캐레쟁이래어너가그린쟁이쟁당루루여서로서대단하게제수년이네화요일땀내쟁쟁이니를못본다고차아다계속투지쳐놓는다리그센숙자리其实那个马赛克话嘞呀，相对不修这个，他们家嘞，人都得到过些点呢，一个山宿舍的，人生千万麻烦，大概都没那么大的钱。对，这个山里去，老外那边生两年，养的米了大个样，大概两个下过来吃，就是说，这帮东西我们三代都是晓得的，对不？那接下来呢，就是比较直接的那种呵斥的方式呢，来去对峙这个爱我值了。所以第一六八和第一六九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那我就是乌斯还一直到现在，我们随着这种爱我值而转的缘故嘛，所以我们乍看之下，好像爱我值会带来无比的快乐，因为好像随着自己的想法而去走，所以这种的快乐就一定能够获得。乍看之下确实是如此，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因为实际上随着爱我值去追求快乐的方式呢，是一种愚蠢的与实际颠倒的，因此所带来的呢是痛苦的副作用啊。所以今天我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就不要再次的当你的奴隶了，我要把我的身心全部卖给友情，我再也不要当爱我值你的奴隶了，就是第170句的内涵。那于是呢就念到第173句也就是因为很就是爱我值最主要的一个来源是因为跟身体的感受有直接关系的缘故了，所以才会产生爱我值的嘛，所以再次对身体的这种感受上面呢又去做多做解释，所以说174一直到176句针对身体上的这种感受所产生爱我值的这个内涵呢而去多做解释了。那第176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我们友情凡夫呢是为了让自己内心获得满足，所以一直想要为自己而去着想而在乎自己的，可实际上这种在乎或者是重视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它是没有智慧的这是随着烦恼而走，所以虽然想要为自己好，可实际上却造作了很多的恶业，再加上因果丝毫不爽，所以呢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最后所获得的却是痛苦那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应该把那种狭小的心拿掉随着这种宽广的爱他心而走，那这样呢才能够累积更多的功德。那于是就念到第180句，180句的时候就说到，从身体上他并没有这种能力能够辨别是非，他并没有智慧，身体本身呢他没有办法去辨别是非，他也没有办法知道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可是由这个身体所产生的意识呢却具有这样一个智慧，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那第184句的时候呢就说到了这个身体虽然有生老病死的种种的这种过患，可是不应该放弃，因为由这个身体会带来让我们能够善别是非的这个智慧，借由这个智慧我们可以修学非常善良的非常珍贵的菩提心，以及非常重要的空正见的这个内涵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珍惜这个修法的工具总言之第185句的时候就说到了，愚醒如看厌，什么叫愚醒呢，就是没有智慧的，只看当下利益的不懂实际状况的，这种叫愚醒如看厌，精当随圣贤。如果我们再随着烦恼而走的话，无始而到现在已经够了，不要再继续了，再继续的话呢也是随着烦恼而走，还是痛苦的所以今天就应该
当下果断决断呢，随着爱他心的这个菩提心而走了。随经当随圣贤，意教不放逸，奋退昏与眠。如佛大悲子安忍所当行，若不恒勤修，何日得出苦？为除诸障故，回心必邪途，并于正所愿恒常修三昧。以上就结束了经律品。今天早上部分到此为止。那君主有过吧，是有过。但你当当上学生时代的过什么样的当当上学生时代的共产党多年的学会了那你上学生就现在吧，这样多年不是那么多就是当当学生就现在吧，这在这里就在呢当当上学生时代的罗东人的兄弟们是没得啥呢？东北人啥的，俺们写不用嘛的。东北人啥的，没写呢，俺爹写的罗永安要嘛的。大概那些个，俺呢，我们罗主的，台湾的叫什么人去扫射的？什么人去来就打不过你，打不着谁呢？俺呢，罗主的呢，我安在就啥呢？因为台湾地图了，但呢，山东少的也是有少年抓呢。因为这个过年头消息呢，在这个网站了的。第二呢，让对事故坦白，甚至事故坦白下来，坦白认定有过的。因为逐级就山东少的也是有少年有他呢，如果要隐瞒的，所以这另一个站呢，他也是有少是的啊的。因为还是他，一失去一股啥的，这个不是你要去学成年人的，他逻辑差的样的，他的这个准备认真，对对的，认真年龄的对的，这个不是你要去学成年人的，你们想哪方面都不一起不一样的，这个你要学啥的？这个美国马来人，美国地位给是马来，哎呢，他们入籍他们先，现在啊个，他们入籍时的啊个，但那时候出现的这个内陆，人心当官的时候的，去他们这个内陆人心当官的就不晓得了，后来从去到就带了当官的在那，哎呢，个带了上网的职位。人心的当然内陆的确实是不一样的，但这个内陆当然落地往来呀，那时候出现哪里的高度一样的。加上呢，这个鸟出现这个合作的，就是呢，这个就是鸟是西域森林建设的，是内陆这个那时候的人心特别内陆，他们如今处理也得。你如天啊，我这些都耐不住嘛。那你出现个哪地，你弄不了，那这边哪地你搞不了是吧？所以你就在呢，这边一些区，天年龄
人家就对，你们想哪块人就危险，军军的照顾下去啊，对对啊对，那你吃上哪的的吧，人呗人呗，吃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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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他们哪得到了房价了去，还怪你们想一些主意啊，就，他，就对，那你他当然是，结束把个去年冬天后面的对了，你那个接着冬天后面对。但是他的人上单多啊，你要想到我们这个一些忙活的，跟那个一样的嘛，到卡位，浪啊的家庭的啥呢？草浪，到草浪跟那个了，啊，这在冬天日边的太热或者猪，羊那样的上单，羊那样的上单，这在小区新的住的还是凶了，那你隔离隔离，那你新的一个超前呢，冬天那个寒冬节，冬天那个工中节，你叫啷头，啊。但特种也安尼困难就是安尼，安尼你那进入里头叫他们吃什么食了，吃着啥的干的，安尼他都说的他叫他们吃着吃的，安尼住一单两下的兄弟呢，安尼两下的人啊，安尼都有没有什么道理，或者他那他们叫这边那你那的那军心那，但他们叫的话在西边。那都你们什么的，还会去？那都你们的一些贪污，这些贪污结巴的，嗯，都你们的落地，那都你们什么的，没得危险的，让军队去干啥？那轻松爬过山去，轻松爬过山去，就是那天气下起来了，我就这样来的。那他都是人机，呀，我说的，新一代的送的钱。哎，那得全部通过统计。哎，今年搞嘞，搞嘞了，帮着保养，修吃了新鲜，啊，帮着工农行为，哎，帮着拆原来急忙通过下去。哎，你是修土的，真到人家造那些，懂吗？那现在将要讲的，将要讲的内容就是《入心论》的第九品——智慧品。那其主要的内涵呢，也就是讲到了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是由四处菩提心所摄的情况下，四处菩提心摄持的情况下呢，现证空性的一种智慧，这个称为叫做圣意菩提心。龙树菩萨曾经有作此发愿，也就是说，愿著作此论的功德回向于一切有情众生，能够累积福德和智慧两种的资粮，让他们都能获得佛陀的法身以及色身的功德。那曾经有做如此的回向。其实自利的法身以及他利的色身，都是由智慧和福德个别的资粮呢所获得的，所获证的。如果我们讲到法身的话，法身的一个性质呢，是远离一切戏论的那种智慧，这个就是法身的一些法身的这个性质了。那法身的因缘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由圣者时候的这种根本定，现在空性的根本定的一个续流，慢慢的演变成为了灭除一切戏论的这个法身智慧。所谓的灭除一切的戏论，并不是说不缘诸法的种种戏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各种各样的万法在究竟性质的时候，其无自性的内涵是一样的。所以当一个智慧去了解到诸法的究竟性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一法的这种世俗之相，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恶相，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戏论，这是远离一些戏论的意思了。所以为了能够获得果位时候的这个智慧法身，那其因缘是什么呢？就是在行菩萨道时候的这个现证空性的根本定，远离一切的恶相才有办法去获得。那这一个现证空性的智慧，这个根本定从哪里来的呢？就是现在我们凡夫地也可以做到的，以比量来去了解空性的一个证空比量，由这个证空的比量呢，慢慢的成为了证空的限量，那最后成为法身的。所以首先在先以大圣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升起菩提心之后入了资粮道，在资粮道的时候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了解性空的道理，那在了解性空的同时也去修学禅定所以在资粮道的时候最主要是广大累积资粮，以及以各种的角度去了解性空。
那当证得了什么他好圆空什么他之后，再次的静静去学习，反复观察空性，由观察力获得身心清安的时候，就由圆空的观察力获得身心清安的时候，将获得圆空的毗婆舍那，这时候呢就进入了加行道了。那在进入加行道之后，还是要再反复的观想空性。在观想空性的时候，刚开始是具有恶相的，因为它具有这个异共相。那慢慢的在观修之后，慢慢的这个恶相和异共相会越来越模糊，或者越来越稀释。那这个的次第我们可以分为鸾顶忍四第一法，直到了凡夫地的最后一个刹那叫四第一法之后，那再次的以精进力去圆空性的时候，所有的恶相完全消灭，一切的异共相完全消灭的时候，叫做现证空性的智慧。这时候呢，就是见道者，也称为叫做菩萨的圣者果位了。这时候就出地了。那再以这个现证空性的智慧，就要去断除了见道所断以及修道的种种的所断之后，那断除了一切障碍之后呢，就获得了法身的一切的功德。所以这时候就如同像就是月亮一样，它已经圆满了，完全这个法身的所有的种种功德。他这个原因当不了，他当没办法，他这里啊，也让这个同学特别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那个希望特别喜欢给，呀，老的不用了。啊，伢郎对他孙子在呢，光给他上单给伢郎给穿的，啊，俺的刘叔叔给你送下来，哎呢，特别那么第一滴，他们家，哎呢，他特别喜欢他都送呢，啊。哎，那这个同学呢，特别吸入这个什么的意思？吸入肯定是认识了吧？伊呢？但是吸，俺的根底松下个吸入的，哦，可以起来了的。第一是呢，冬天他希望这个吸入第一是松下呢，冬天就爬架了架了。他那个希望的嘞，肯定吸入第二的，实际上呢，啊，眼睛的。年不吃干，吸这个年不吃干，吸了就苦个嘞。但这人都吸了的，那内陆这个当当都吸了嘛。啊，这嘛都做什么嘞？不是嘛？那呢？哎呢？吉布罗说的，原来的三万六，吃的跑到新北的很多，你算的是。原来吃的跑到新北的太慢了，原来现在的呀，跑进名头要嘛嘞。刚的，那第一时间都没得吸了就吸了，他真的是。너는 랑다 샹기 뒤니 타르침을 샤워라 아니 방접봉에 뭐지 냠부디 닝지의 멤버리 참바의 멤버리 장주스의 멤버리 다 방제 뭐지 냠부디 돈이도 싫어 멋이 있는데 第一句话 此前 주야무 佛为 智慧说 也就是这之前 其他的八品，如同像净律等其他的八品呢？为什么佛会说其他八品的这些种种的内涵呢？是为了能够升起智慧而说的。那什么是智慧的作用呢？为了能够断除痛苦以及痛苦所留下来的种种的习气，所以在此说到了真实执着的一个正对智，或者所知障的一个正对智，那就是了解诸法究竟性质的一个智慧了。那之前虽然有说到布施度或者忍辱等等，可是这也是要以智慧来去修学布施或者忍辱精进等，否则的话就不叫做道彼岸，布施道彼岸。我们说到布施道彼岸的话，一定是有空证智慧呢来去辅助的情况下，才有办法成为布施道彼岸的。所以能够直接的正对治烦恼的根本真实执着，并不是慈心，也不是悲心，也不是菩提心，而是了解性空的这个智慧啊。这肯定有，但是可是他们给穿的，他们得把西医生送的啊的，我搞不得把这些什么
다 로그로 했지만 얘네 님부 깨졌더니 다 아 방배 제 개발을 했네. 러신 남자 주인 저는 고든스 아 드르르다 러신 남자가 인가 얘네 로그로 그냥 가야로 아 세트비아티 로그로 견디디 자 치로로 머리베 게임 유산에 머리베티 무기냐고 야도니도 싫어지 얘네 머리베 다가서 님을 비교해 인도 머리베티 장배 견디디 아 따토마 그 림베진다 뽕트야지 얘네 그 용도야 그래 근데 인도 루브르트만 통만에 송치 림베 뽕야디 용야디 간다 방식권 무진이 뭐 남지대가 되게 지겨워해 돈이 되버려 자자가 자 근데 인도산에 좀 된 얘기 최 아소리 그게 타이어가 있으면 뒤에 뒤 상물로 아니 대권한 일을 쉬어 대권한 일을 버 대권한 일을 파가 숨쉬어야 돼 그다 대권한 일을 쉬어 쓰자네 메달 와다 제인은 도면 와다 제인은 메상 와다 어 드리기 다 숨쉬어야 돼 타니 군소 소멸 아가 타니 군소래 저는 항상 먹고 숨쉬어 이게 되기 아니 대권한 일을 쉬어 지나래 드리기 대권한 일을 쉬어 다들 내가 다들 내기 아니 가소리 니가 되기 자와 다도 집에 제발에 있었소니 다 다도 집에 달라 니가 떠지러 다 아니 거야 되네 언제 들에 아니 자유 다 거야 드리기 다음에 잡아 다가는 신이 순진이 동기 다 최대 다음에 잡아 근데 수냐디 대코는 이런 바바세 다티네 아니 돈이 처음 최선적으로 기출을 떠오네 민경 다유성에 있어 송시하디 다 대코는 이런 무시다 대코는 이런 바바 다 무시 동원이 대명이다 숨자리 아래 이제 저도 반도 어디데 이만 근데 이메일은 장등은 또 이제 대코는 이런 쉬어지게 대코는 이런 바바지게 예전은 또 也是因此我们一开始说到了四圣地的内容四圣地里面的灭地、为了能够进出暂时的种种的障碍而说了灭地的这个功德嘛什么叫灭地呢就是完全断除一切障碍之后那个心性上的空性呢我们把它取名为灭地那在心性上要完全断除这种的障碍的时候唯有透过对治力才有办法那这个对治力呢就是了解空性的这个智慧去对治、烦恼或者所知等种种的障碍、才有办法获得这个灭地所以首先、先以、正空的这个智慧呢断除无明以及无明所引发的像见道所断就之前所说的骗计我知等那最后呢再慢慢的去断除越来越细微的污垢那最后呢把一切的这种污垢呢、一并的这个断除所以呢佛所说的教法都是为了引导空性而说驱入空性而说证入空性而说什么叫做引导空性而说呢佛所说的像无常苦的这种道理呢最主要是让、众生们有这样一个善的习气将来去修学空性的话更能够容易的驱入所以引导空性而说的那可是我执的这种解释有很多种啊那为了要断除一切的我执呢首先要从初分的部分开始断起嘛所以首先要断常依自主的我执或初分的人我执就像普多杰罗独立之实体有的我执那为了能够断除这一些我执的缘故而说了初分的无我的道理这个呢叫做驱入空性那可是当佛所说当佛说了唯名为唯名而有唯意识安立而有的这种甚深缘起见解
最细微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证入无空性了。所以佛所说的教法当然可以分了义和不了义两者，不了义的经都是为了引导空性去入空性而说的，可是佛所说的了义经都是为了证入空性而所说的。所以可见佛所说的一切教法都是为了智慧所说，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为了引导空性去入空性证入空性而说的啊。他在那古书堂里常常认真地在把你送的送下去我们早上那里啊，我们入住的三家那里去的吧，但把你的养到但以前工作但把他特别的给担保我是那么我入住的我是想不是我们早上那里给他送一门那你我们早上呢就送下给车上了车行的车是车的那你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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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우모바 타녀도 랑젠 미시르디 차다 차다다와리 디시겐 우모바디 차다와리 사바든데 정기요 자 근데 이르자네 개든지다 꾸인도는 지문 중음이지 지금이 파괴되면 시문은 결국 타원주시 소송 아니 런신이 주고 똥지 해서 이는 런신이 주고 내려져야지 코레 런신이 주고 쓰자네 하나도 모니지 주고 모니지 주고서 그 코레 하나만다 가서 그래 그게 모 연이지 나 모지 요구하스 모 연 모코 코란도 모디 코란도 모 코란도 정신디 코란도 진대기가 돼 티 르 강소소 말해 근데 인데 걔들 뛰면 六康叔叔吃的，明天大约是那个人呢？六康叔叔吃的多啊！嘎乌了，拿乌了，拿乌了，嘎乌的是六大学呢，零零说的是。嘎乌了，拿乌了，拿乌了，嘎乌的是呢，那个门子呀的，搞的就是什么？嘎乌嘎乌人心怎么样？拿乌拿乌人心怎么样？有的呀。第六是说什么的是？可能人心，可能人心怎么样？有的是，第二部分是。天气呢？哎呢？告诉我了的，可能的。유독이코랑의탄탄딩네랑그모지베르시디지두데여데두데여나룸들랑생조리서다모니조리미냐다요마레스비드버리는알로리아그스러마레그스러이잠쇼에네모니지두나디니샤베초레스데네다베지샤순전세브시도와자디레자디레이기사네우모바타이드랑즈미싱이들은저러시중고다그냥그들이마샤스그냥차가마리센타너무먼곳에그냥런신면은댄싱우마리댄싱면은그초수미우마리그냥과연남샤들이과연저서울에냥대인우마리과연우마리강연우마리최대지능이타이강연샤우마리팬은무슨대능이确实就跟咱们说，看一下都嘛的是，说，他说的电锯学校得了呀，六六八年军队长呢，哎呢，我们吧，让咱迷信也得了，说，那个胖丫头的，那东莞人就个，东莞人就饿，东莞人就疼，没事了往的，哎呢，军人就疼的是，军人的我们吧，人，那个胖嘛的。우마베단다대장도마시고지지그냥파레스내우마베똥바니세야디에네다타도너다타도너우마베똥바니세야디런시기똥바스리여마도에네텐시가똥바스리여마레스전다렌중요해다텔라에네
人心就当下的主机特度的单人大伙银上人心就当了十一日再人民就买上人心当了十一日是吧每年人心不如思考的是越当过先和啥的有关的越来银上让我们就当了十一日是真正银的这个越和越当的我你就当了最近越的问题等这一段呢，可以约当的是不接受的，啊，能水提供呢，约当的天然大概丢了许多，啊，但这个你要上不去，像你那个车出车关系那种，像我天然穷人，可能那么下就还接受啊，这是不接受的。你要天然大概是那个恰子恰钱，德行道气，大概那些个丢的这种事，你得下你。哎，你带人穷啊，都带人打不死他窝了，是吧？第一点是不清楚啊。但带人穷啊，都带人打过的，他上当当当就是呢，哦，对人让着要嘛的，是吧？第是不清楚啊。是第二点是呢，我们同要学完了，大部分人是学不会的意思，能做的那就没这么牛的学不会的意思。加上我们这边，你要能做的，那下的就要求，我们得教会的事情。我们看人家是，我们不看到嘛的是，第一从看人家的是，第一个看嘛呢，东坡生不是下风嘛的是，他娘哪里嘛的不，他不就是当人家，算他顶不的，再就另一个他得，他把你给弄下的，输掉的，故事上面那个人他把你输掉的是，当我们第一个我的开的时候呢，传统老有主意嘛，老年工作人不接，其实第一，目的为留下来。当年什么时呢？长征的事情是怎样拿到的呀？制作的大学的地方地方地等等等等些，像他们的各种石头吧，各种什么些，我不提出来，目的为什么定些的呀嘞？当然那些其他人的，其他人也定些的呀嘞？看了中了，我也是三十多了没做，估计是做不做？原来做别的事情做那些呢，其他人也定些的呀嘞？到底嘞？定些个呀嘞，生产面定些个呀嘞，哎，我们吧，鸡定送个呀嘞，那这里就是呢，定下的上不拢的送下去，那里定有我们就是啥呢，咱们那些个呀嘞，所以当然这个定我们就是啥呢，定有我看的这是什么呢？谈到了咱把特度给他引入，特度给吸入的，因为你那他落实下的第一样的，传统农业居然没落地雇主一部分就是落地改对地是要经营不的但南州保养落地我们那边就是落地地改对了地一年二十余名天气送多二十余名加上二十余名天送你这个地还是年龄前落还是加上大大小小小南州朋友落切的时候的那么没得过一些人拍摄是这个没有加上我们这种上次推荐拿到了落实成的几个人的雷山也拿到了二十元的也第一位的二十元的开发要的是呢我就送了嘛但第二年三年但第二年三年我们就推荐开发明朝的他们的送给要的但可能他的年龄的下来的三倍就罗马，那，对，明年公司突然缺啥才晓得，哦，矿业的军需跟这边的，要啥的，要许多，农民工他呢，要许多，那你必须先去先了解。当然，三倍就罗马，全部工业的，矿业啊，甚至许多，全部送咱们的到是能来了的。这张我讲的印度，传统落叶居民是，你那见的落叶，木什么居民嘛的，很简单的，那落叶不属于这些的，你那见的落叶木什么居有木什么居缺的，那你不属于这些，呀嘛，传统你那见落叶居民嘛的，可是什么？
落地你能进落的话三分之一才出门的吧。世俗与生意许之为二弟，生意非心性，说心是俗，说心是世俗。在中论里面呢，曾经有说到了，诸佛说法的时候呢，都是以二弟的内涵呢而去做宣说的。那为什么在中论里面的时候曾经说到这样一个偈颂文呢？是因为在中论的第24品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个辩论呢，也就是下部论师，也就是说实有派的论师，他们认为如果诸法在名言上没有自相，没有自性的话，就没有它一个个别的性质了。如果诸法没有它一个个别的一个特性的话呢，那变成了没有诸法了。如果没有诸法的话，那就变成了认为没有自相、没有自性的这种主张呢，就是堕落于断边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中观论师你们是已经堕落于断边了，因为你们认为四谛没有自性，四谛没有自相，就等于没有四谛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因为每一法都有它一个性质嘛，都有它的一个个性，或者是说都有它的一个本性啊。就像，如果一切都是为名安立而有的话，那我们把白色取名为黑色的话，白色会变黑色吗？不会啊，白色有白色的性质。那同样的，黑色有黑色的性质，你把它取名为白色也好，或者是你用意识把它想成白色也好，黑色还是黑色的，从它的境上是黑色的，它的本性上是黑色的，它以自力的力量来让自己成为黑色的，这不需要靠他力的。这个呢，就是中观论师正要破除的自性了。所以下部论师认为说，如果每一法没有它一个个别的性质的话，那就等于你毁灭了一切法了，就等于一切法都不存在了，因为没有一个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性质存在吗？那在此呢，龙树菩萨就回答说，其实在这个论点上面有很多的争论了，以前就有了。那龙树菩萨在此就回答说，其实你们是不了解空性的目的，不了解空性的意义，以及不了解空性的内涵而产生的这种疑惑的。中观论师所谓的无自性，并不是说不依赖他力而有，而是说不是由自力而产生的意思。所谓的无自性，并非寻找之后找不到的意思，而是说完全依赖别人，完全依赖他缘的缘故而说无自性的意思。所以因为需要完全依赖他缘，所以他更需要存在，而不是否定了他的存在啊。于是呢而做此回答的。就像缘起见来讲的话，缘起见有两种次第嘛，就是知分和具知者之间那种互赖的关系，或因和果之间那种互赖的关系，这是一种缘起。可是慢慢的仔细的这样去想的话，最后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诸法一切的性质，它形成的时候，没有一个性质能够透过自力来让它形成的，一切的性质都是完全靠他力而形成的。因此说了为名而有，为意识安立而有的这种甚深的缘起。所以我们去看每一法的时候，会觉得说它有一个个别的一个性质，个别的一个本性存在的，可是实际上看的时候好像是他自己让他自己产生让我看到的，对不对？好像是他自己让他自己形成让我看到的。看的时候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实际上是这样吗？不是啊。所以变成看法和存在的这两者产生了冲突了。但是龙树菩萨回答说，我并没有否定我们的看法，我们在世俗上有这种的看法，这个叫做世俗谛，可是实际上并非是如此，所以说了圣义谛。因此佛所说的教法呢，最主要都是以世俗谛和圣义谛这两个内容而来去说明的缘故，所以在此我也并没有否认因此说的世俗与圣义许之为二谛。那接下来所谓的圣义非心境，说性是世俗，以及下面的那个世人见世俗分别为真实，而非如幻化故真于切失。在于切失这里，对，说错第四句了，复因会差别，
这个会和第二句的这个心呢，以梵文来讲的话是有差别的，虽然它的声音它的发音是一样，同样都是心啊，这边是一个会一个心嘛，对不对？可是在梵文的翻译上啊，两个都是心啊，两个用同样的字叫心，可是唯一不同它下面有多一个字就对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因为那时候我书我也不知道这怎么翻，那就下面多一个字，因为下面多一个字的原因，所以它内涵是不一样的。第四句的复印心差别的那个心呢，是讲到了远离恶相之心啊，那在此的这个心呢就不一定了，所以我就说到第二句，说到了圣意非心净，说心是世俗。什么叫圣意非心净，说心是世俗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二谛的道理呢，是无论内外派、内外道都有说的。据我所知，外道的像数论派来讲的话，他们有说到二谛的道理，如同我们之前就有说过了嘛。数论派他们认为说法有分25种，25种里面的共主相以及我呢是圣义谛，其他的23种法叫做世俗谛等。那像内道的一切有部，或者是有部来讲的话，他也认为说有二谛的存在啊。什么是二谛的存在呢？会被消灭的，或者是对于这一法的执着能够消灭的话，那这一法呢就是世俗谛。纵使消灭它，但是这一法的执着执取心还是仍然存在的话，这叫圣义谛等。这是有部所说的。那进步有说到二谛的内涵，同样的唯识还有中观都有说，可是对于二谛的定义是有点不一样了。那在此二谛的定义又是什么呢？圣意非心净，圣意谛并不是由具有恶相之心来去了解的，所以具有恶相的心看不到圣意谛，所以圣意非心净。说心是世俗是意思什么呢？具有恶相的心了解的这个净叫做世俗谛的意思啊，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那第二者呢，是圣意非心净，也就是说圣意谛并不是具有恶相之心去了解的。为什么呢？具有恶相之心本身他所了解的一定是世俗谛的内涵啊，也是可以这种的角度去来做解释的。那以我个人来讲的话，这个智慧品的解释呢，我就说是依据杂边日容切的弟子明亚昆桑图片确道所著作的这个解释，那非常的好以及非常的深奥，而且他引经据论我以这部的这个解释为主来去做解释。那同样的还有杂边日容切另外一位弟子他有说一个解释，可是在论点上虽然有少许的不同我是最主要是以这些的解释呢为参考用的。在陆主管的杂修当中东尼格的东尼的东尼团的马道白宋阳德的东尼格吧那你讲马西的意思第一上午第一排的满洲兄弟大美国名兄弟你你们给你们的大美国名字我都能够唱了我的女儿吧目的给大美国的这个民族先打压的政治做的牛牧的牛牧这个时候打的时候等着你牛牧去出马的先你写过的话这里面就在这边下山然后其他矛盾到这边去年的送养马的其实在那马上是参谋了但中东我西家了给你东尼国民是民的，哎，你牛毛光要接受的吧？是，对吧？东尼国民搞了去，在这里就是呢，牛毛呢，哎呢，等了没到移动网去，所有移动网去通的，大部分没送，所以得给他们接的，大部分没送的，等了没到移动网去通的，第二名呢，吃不点也不管，第二名呢，吃不点的嘞。天天牛毛贴，扛上两脚腿再拄上马的，心里不想呢。每到一顿我都不那样想的嘛，是吧？其实咱呢，什么？咱每到得个钱，哪有每到钱？
俺也吃不到钱，俺也得个钱，你没到移动网站了，明白？吃不到了，刚啥大幅度要嘛的，刚啥大要嘛的，是那么一呢？平时可是多少人吧？得看得个的嘛，现在没到，反正现金得个送的，不能没到这里啊。那你明年吃不到多，吃不到一个人呢，顶着的，得了呀。没到可能跟党内上班过的嘛到，刚才俺就对这个东西的上班，刚才党内开发都起来了，没到时候，那么一年像那个穷人的嘛。当然，现在生产的系统都要嘛的，生产的没到，平常说的下地下的，各所有的移动的没到，换了呢，过来。让这么些主要嘛的是，没到的，那你，没到的，他他说的那么的，那没到那不是的，没到个那么的，看他现在在苏州的啊的，年龄稍微近了，那你没到的他，那也没到的他，没到的今年的，人是现在年龄的，年龄稍微近了，对不对？今年你咋呢？哎你，我没到的，人是现在的在苏州啊的是。那就是呢，是他就写的，他写的怪吧，你知道不？这个书面那么低的，字面那么就是说不清。这东西呢，别说我让什么去，难的，难的都显得落天了，那样就是呢，还是吃不了，全部能说吧，是吧？全部能说来的，一年养出小的，错啊！写吧，错的地图，这边呢，写的地图这边就是呢，写的地图里啊，每个恰当建议就是呢，他的系统中，系统中以后嘛的是都写的，其他干什么？是吧？在这里就是呢，其他的写写的，冬年就是特别干的，冬年搞个用所有的，是吧？但大家那些的人就是，那他年头上这些一些呢。第一点，吃不得些有地的，这个肯定的这个是难的。第二，连你吃不得的都蛮多，得担保住么？住家了钱，可担保住个人啥个去？给他们，哎，你现在啥个地啊？是，还是那个是对的，啥么是对的？其实大家的，看见的都是些女性的地。你能咋个写的啊？你，啊那，东北人，东北人就东，没写的，东北人，东北人这样子。但这能写，但这老几个，嘛那苏东北人就东，没写的苏人东北人这样，苏人就是啥呢？苏，他说其实那能写苏几看啊，苏几话是的。天天苏的，可能个人性都重要了，可能个内容是重要了，可能个内容他那落了呀。那个人嘛的是上当了，哎，你要嘛的是，加上熟，足足呀，他们那个熟的下的，对好的是，对才能做的是，这其实那个东西调了那地方的，因为你熟不上在那个对的，熟准备落地，他说的没出来落地是，送点地去，所以这里面就是呢，熟的他让下下，但对，但不就是当的是那个人呢？书代表着当通落地的书，哪种呢？移动东西通，铁就是通通就拿到了，他了吃过吃过，尝东西还是接触上了。上车单，那娘来干上单，在这里就是呢，干收入不也？哎呢，落了哪个下不稳的？有人土稳的，丢了就稳的，就是当就通了，大米。台上写的，他们台上写唐人落地的，吃不吃不着那是嘛的意思？在这里就是特种动物，各位要注意嘛。他苏北呢，肯定的要去苏南上的，肯定的要是那么了。第二嘛就是唐代的落地的，他没得习俗啊。啊，两路都送进来了，南下省上代表了，牛毛都是几年就是，没得花的有呢，这个叫他的人是。那些没被那没被带上没被那些你的人呢叫他的人是。
那些生的两个人，牛毛土气基本就是。这里有啥呢？他没得西部多啊，他没得西亚的呀，他东西长，可是我的爷，闽江大有这些嘛，到潘文呢，过了两个村人进来，我就入住土了去，有的他的亚马的山，通的落地的，恰当点生有咋那个的恰。现在呢，东尼的胳膊的，牛毛的尿布的，牛毛的尿布着当的，但要我上当不赢啊！哎，我嘛，天上做那些的，大门有那么些的，牛毛穿不了呀，尿布着上马的意思。实在东尼的胳膊要我羡慕的话是，东尼胳膊的意思，东尼胳膊嘛羡慕，他们买的些的这些，但是东尼的毛，这把子的尿稀啊，啥的。但是东尼唱到做什么什么还是这个去年那唱不出去但是你要把它想到你可能那什么该绝对用过这些因为干啥这个人你没知道是送的给开始那些人就要的哦真的是的东尼我真的是的那你第一恰上就嘛那些家属满着啦，得习惯习惯就落了下马松啊。但那冬天疼下的，那你下面这样的早些这样的，那是你是不是一下面就松下来？但是这种情况，天天当官你不写，天天当官就天天无眠难眠嘛。那他低松，他早些你不得的，那他低松呢？入住的他那都让人没先送的啊，用钱太多的，他得了些。但是这帮穷人的吃那些也是，哦，都是现在两个人多啊。加上个，我还是就当看看的呀。各位啊，你不要嘛，当官你得是这样的，还是用得多啊？心都拿回来的。啊，还能简单的上上当嘛？人，你当官你得是那个地方的，你当官你个人些得是那个地方的，也要羡慕。因为东西从那落地，也要同样的，没事就是你不要嘛的，过买那个那么些地方呢？这第一年，快钱的上不了，当不赢了。人心一动的时候，人心一动的，开的时候，当然大概的时候，时机越来越多。我这些真的有贪念心啊，当然大概的时候，没办法，是吧？当然时候，让没办法，当然大概的时候，越来越没办法，天天我们那边的时候。越太越来他的也在没人他的也在我这里他都露出松了的这不是不是他来试试龙树不知道说到了你们不了解空性的目的的这个内涵是什么呢我们一切的内道的思想家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佛所说的无我的内涵是为了对治也可以说断除烦恼而说的所以内道的所有的思想家都认为外道如果你们认为有我的话就没有办法断除烦恼了为了断除烦恼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观无我的这个内涵呢这是内道一切的这个哲学家都大家异口同声共同主张的一个内涵那现在先以内道的有部还有经部来讲的话有部和经部呢他们只认为有人无我他们并不认为有法无我了他们最主要所主张的是人无我的内涵呢可是仔细的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看到一个漂亮的东西哈开始看的时候是好看的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好看的贪着以及你把它买下来之后的那个贪着又不一样了如同之前所说的所以看到一个漂亮的花也好或者是其他东西这朵花去看的时候的这种贪着心以及这朵花买下来之后贪着心不一样的缘故所以透过有部和经部的人无我普堕揭罗独立之实体无的这种空性绝对能够对治花买下来之后的这种贪着它的空性的道理花买下来之后的这种我执而产生的这个贪心呢绝对可以由他们的有
有布和金布的空性去做对质。可是花还没买之前，光是花本身看到那时候的贪着，光是 靠你那个人物没有办法去对质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圆满空性修学的目的了，因为烦恼还是仍然存在的。因为有布和金布最主要是针对人无我去做解释嘛，所以针对于我和我所的这种执着去做对峙嘛，所以花买下来之后就有一个我所执存在了。透过他的人我，绝对对我所执所产生的贪嗔会大力的减少，这是一定的。可是花还没买之前，那个贪心还是仍然存在，那个烦恼还是仍然存在的，这个要怎么对峙呢？因为他不讲法无我啊，所以空性的目的就没有圆满了。如果像唯识派来讲的话，他说三界唯心造，无有外境。什么叫无有外境的意思呢？一切的东西我们会觉得说